我跟你讲，我很早就学会化妆，11岁，不觉得任何妆容是大胆，就还行吧。就化了妆，当然是有精神，就没有那么的腻，没有自大感，不太会化妆。荒岛还带化妆品、啊，会显得腮红口红红扑扑一点，粉色系纯欲妆，就是很有质感，就是非常喜欢，有气色，还能自拍。电话了，化妆给谁看的呢？平时一还好，淡妆吧。5分钟，很快。我觉得嘴巴吧比较提气色。我总是在变。这脸上可以涂一些布灵布灵的东西，我觉得，闪闪的很好看。嗯，然后多红一红扑扑一点，腮红吧。我属于啥？青铜，啊，我是黄金。化妆师说我是，黄金。挑战一个是吗？挑战肯定就是平时不怎么太化的。烟熏吧，化的比较少，就是比较常规平时。然后之前有做，一档可能节目中需要，他画了一个就是眼影吧，那应该算是眼线比较浓，就是偏红那种，尝试的比较少。差别大吗？这不得给交给别人吗？大吗？还好吧。无差别。啊，那倒就还行吧，就化了妆当然是有精神一些。就是我比较注重卸妆，所以卸妆要卸干净。偏喜欢用油多一些，卸妆油。见朋友要看那个朋友多重要吧。嗯，都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朋友，见很重要，那肯定要洗个头嘛。三样护肤品的话，补水的、涂脸的、面部保湿喷雾吧。化妆品、遮瑕、腮红、口红。漂亮啊，有气色啊，还能自拍。以前经常会带那种香薰蜡烛，一定进组会带。以前比较偏爱薰衣草，因为比较快入眠。我想想，我不同导演。我觉得他的气质比较适合，那款白麝香，那款就是比较清淡，比较淡雅的，就没有那么的腻。闻起来满意的部位，我想说脸上的吧，可能比较喜欢眼。我会选择腮红。因为腮红特别提气色。我小时候，我跟你讲，我很早就学会化妆，那时候是偷偷用我妈妈的，11岁，我就打腮红，就悄悄的打腮红，然后被同学发现，说你是不是化妆了？然后我说，就是这样子，透着红，你知道吗？那时候不太好意思承认自己化妆，但就是非常喜欢。最大胆的妆容，没有，我几乎没尝试过。我喜欢粉色系纯欲妆，我觉得不是很大，我这个粉丝们都说不是很大。半个小时最多。化妆水平啊，我觉得是王者吧。我试过，就是咱们录的那个衍生节目第一期咱们录的，对，然后我不是也是戴这个发卡，然后那一套就是整个就是我自己生活中的感觉，然后也是我自己化的妆。带三样化妆品，我会带我的那个干粉。然后那我还带干粉。对呀，因为它会很急救啊，就像我现在这个，你看就用了这么久，你看都变成古董了，我还在用。就是它是我，因为我这人可能比较念旧，对朋友也是一样，对物品也是一样，比较钟爱，那我就会带它。然后还会带一个腮红，因为会提亮气色，还有一个就是口红。就这仨嘛。
我觉得是眼睛吧。对，是需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小时候其实刚开始接触表演的时候就都在用表情做戏，到后来慢慢一点点成长了以后，就是要用眼神去演戏了，很多时候都要用眼神去体验去体会。对，去荒岛还带化妆品啊？我觉得荒岛不用带化妆品了，我化妆给谁看的呢？那如果我去荒岛的话，我当然是带个电话呢，可以上网，然后看无线超越班，可以打游戏，可以视频聊天，跟朋友，跟爸妈。我跟你说，我是个天天洗头的艺人，只要我一出门，我得天天洗，所以我觉得得要洗头吧，因为头不洗很脏啊，会臭，我受不了。对，我喜欢香，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很愿意尝试的人，所以我不觉得任何妆容是大胆的，都是 OK 的。我那时候我拍《新不了情》的时候，我弄过一个妆容是唱那个京剧，全脸都是白，然后粉很厚，我觉得那个挺好玩，对，但也不算大胆吧。对，我觉得做一个演员，做一个歌手，什么妆容都该尝试一下。对，消肿的话，消肿精油配刮痧板或者是那种美容仪。对，然后如果有什么活动的话，你提早10分钟20分钟起来，然后就是刮两下就特别有效。因为我们这淋巴嘛，就淋巴如果你是从脸从这儿然后这样刮下来到这儿的话，就刮几下它就会特别就是明显消肿，因为它是有淋巴是可以消肿的。眉毛吧，出去的话应该会画一个眉毛。很懒，一般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场合的话，我一般不会化妆。那自己会化妆吗？会，会是肯定会的。青铜，没有最大胆，就是平常就是特别特别淡的妆，而且浓妆我也不太会化。我好像就是什么妆容都试过了吧。挑战的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挑战啊。挑战那种什么战损妆，那个好像我没有化过。整的三样，那就是一个是，首先肯定是洗面奶，然后面霜，唇膏。那我肯定是能接受不化妆。拿了，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水杯，但其实它是煮水壶，就是剧组啊，或者是出差啊，或者是出去外面、啊、都很方便，随身带着。对，我会泡我很多那种花茶、红枣、枸杞一些养生的东西吧。想想啊，一个好看，所以很纠结。不是，哪里都有一点缺点，哪里都有点不足。那非选一样的话，鼻子吧，最美的表情。wink 也可以。wink 不好看，我就冷脸好，没表情。轮流完了，我不说话。不行不行。